即係 YouTube 用呢個 Aura 3D 去試嗰效果都唔錯，就感覺到嗰啲聲就個方向性咧，即係而家好好多。應該音樂感都好強嘅，即係個 Aura 3D 比以前嗰啲旗艦立體好多啲聲，同埋音場都好大下喎。你部機好啊，音聽歌好一流啊，係咯。咁啊，嗰個包圍感好高啊。咁今日咧，但係我哋都係會以音樂為主，8012。其實在聽歌、看戲或者係睇演唱會的情況下，再咩啲嘅，我哋直頭喺 YouTube 度啊，啲 YouTube 聽歌或者看戲嘅效果係點咧？8012咁喺馬蘭士當中呢、這個型號是最高的 AVL。咁佢嘅 concept 咧就係將 HiFi 帶入去多聲道播放。如果是玩 HiFi 嘅話咧，好多時咧最好聲嘅咧就係左聲道、右聲道都是獨立分開嚟推動嘅。咁喺呢部機嚟講咧，佢呢邊係一個五聲道，一邊六聲道，佢亦分左邊同右邊，所以話分嘅左、分嘅右係完全獨立分開，所以佢嗰、那個cross talk 即係係最少噶啦。Preamp 部分咧，佢用個叫做hyper dynamic amplifier module， 就係我哋叫做簡稱嘅 HDAM。咁呢份 odd amp 佢個表現咧，佢最大的地方咧就係佢個 screw rate， 一個突然一個好靜嘅信號，跟住一個好大動態嘅信號。它是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就可以重播到了，順變快、頻寬好，也都失真低。在個 preamp 和 volume control 那裡，以前是由兩粒這樣的 IC 去結構的，現在就分拆了三個 IC， 這個做 input 三粒， volume 兩粒，這個就是三粒， total 就是八粒，八粒去做兩粒的工作，所以那個分拆度和解釋力呢都比以前好很多。解碼器呢也是用 AK4458， 它的解碼能力呢最高可以是 32bit768。 這塊呢就是獨立的 DAC 版，因為這塊 DAC 版呢不會黏在它那塊 HDMI 版上高的，避免了個干擾。四個 DSP 的結構，兩粒就做 decoding， 一粒做了那個 room EQ， 我們 outers 啦，另外一粒做埋個 basing 啊，好多嘅其他部分處理。Power amp 部分咧分開兩份咧，佢呢個設計咧就係可以做到250W 11 channel 錄音。咁亦都係分開左同右，中間咧就係一個好巨型嘅環形火牛，係對稱嘅線路嚟嘅。佢每一個聲道都係獨立塊嘅 power amp 版噶啦。環形火牛咧而家去到140，電容器咧就由15000mL 去到22000，咁係兩粒。內阻係71去到80。即是話佢個供電速度快很多。在用 HiFi 角度佢做咗啲咩咧？就黐咗啲細嘅 Teflon 喺嗰個 HDMI 嘅 receiver 入邊個 clock 嗰度減震。同底板嘅話咧，即係話外邊嘅即係嗰啲干擾電波咧，好難入到去啦。當然啦，呢個機亦都支持呢個三個計制式啦，4K 嘅 Dolby Vision 啦、HLG 啊、HDMI 2.0 A 啊、HDCP 2.2 啊 ，combine 都支持。Apps 咧係一個馬蘭士嘅2016嘅 Remote Apps， 裏邊亦都有 WiFi 有藍牙可以支持，就咁亦都支持 Spotify 嘅。今年嘅機種咧亦都加入一個系統，我哋叫做 Heos。咁呢部機今年咧亦都係支持一個叫 Audus 嘅 Multi EQ Apps。嗱呢個 Apps 咧係用手機控制部機做 Room EQ 嘅部分。如果個電視機有 Apps 可以去 Netflix 啊，可以睇戲 ，Netflix 而家可以有 Dolby Vision 啊 ，Dolby Atmos 都有，佢可以通過 EALC 用迴傳嘅信號咧，可以聽埋 Atmos。